小琪，啊，赶快把树拿过来种啊！哦，哎呀，你怎么那么笨？我自己讲，有没有怎么样啊？啊？嗯，没有没有。爸爸，你真的不生我的气了？ 要我不生气容易，赶快把那些树通通种好。遵命，收拾。面子好了。 之前种的树已经长大了耶。是啊，这些就像我的傻儿子一样，放他们在这里啊，却从来没有跟我计较过，还是一样分分美满在长大。阿母，较早我爸问他的爸，为了这片山，跑出来都已经一变卖，但不过即马想想的。 我真感恩伊，甲这片山闹来，我有机会哦，伊就地球真难保力量。有这心就好啦。阿妈，快点，我跟哥哥发现有鸟巢，赶快来看。有人在北松跑，这样你是厌的。哎呦，很遗憾啊，快点，真的就多只燕呢。像这样的鸟巢，不知道是哪一种鸟的家，跑上去看看啊。小丹，你拿去。 草就快唔知名，鸟少哦，离彼树难来，佫较侪啦，还会去哦，会使看是无啥个体落。知道了，妈妈。等这片林成型以后啊，我相信会有更多的动物朋友回来这里居住。是啊，老公，你退休前是人民的保姆，退休之后啊，回到山上来种树，维护大自然，保护地球。 好像又变成大地的保姆。我有这么伟大吗？有，我爸爸最伟大了，而且是最棒的警察，而且是我最最敬佩的老爸。